宝贝派对大集合。在动物的世界里，有很多求生的绝招：摇尾巴吓跑敌人的地松鼠，滚动椰子壳逃生的椰子章鱼，身穿盔甲有超强轻功的兰花螳螂。飞行对新手来说真的不容易，一出生就为长途飞行做准备的信天翁，丛林中摆荡像是飞行的长臂猿，在最高的树梢学习飞行的猫头鹰。动物宝宝是怎么四处走动的呢？一起去看看，走！一出生就爱冲刺的飞毛腿象鼩，滑翔天生顶尖好手海鸭，坐专属头等舱的小熊菲菲，学习沟通也是动物宝宝最主要的课程。用吼声达成沟通的非洲狮，用叫声探定定位的南极企鹅，靠着做脸部表情来沟通的猕猴。耶！和你一起喜欢动物，爱护大自然。